罗律师，我真的不明白，除了这些事儿，怎么能全怪我们呢？这么说吧，你们擅自更换律师，让郝青林误以为您又彻底放弃他了，一时想不开，所以自暴自弃，胡乱攀咬了一些人，才惹来那些家属的肆意报复。你们家只是被砸了鸡蛋，您又和灰灰早上被那帮人围了。 要不是有人及时相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为什么要突然更换律师呢？换了还不告诉我？那顾维维说了。 这案子迟迟没有进展，是因为又有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帮青林脱罪。他还说他自己也有证据，只要我们换了律师，他就可以把证据提供给我们。啊，你看，这个顾维维啊。 分明就是挑拨离间，把白的说成黑的。案件进展缓慢，是因为郝青林自己不配合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个账单流水做得很详细，但是总金额不到5万。郝青林当时问你们二老借了20万，又招供在这个案子里拿了20万，那这40万去哪儿了？我们先不说这个账单做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这个金额，几乎对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用处。 你们现在受他蛊惑更换了律师，反倒让郝青林心态崩了。郝青林完全不配合检察院办案，再这么下去，全毁了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谁要害郝青林，还不一目了然吗？伊贵，伯父伯母，有些话您又不好意思说，但我得替他说出来。您又一直觉得你们二老是因为太着急了，所以一时犯糊涂，但我觉得再着急吧，也不能是非不分啊。我本以为您又怎么对你们你们很清楚，发生这种事儿，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。他没有选择立刻抽身，而是对郝青林费心费力，给他选最好的律师，花最贵的价钱。 不就是为了郝青林能积极配合，有个最有利的判决结果吗？他到来做了这么多，还抵不上小三儿的几句恶语相加。别说您有啊，我都挺替他感到心寒的。反正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有可能我们之前做的也全都白费了。那接下来要怎么样？ 你们二老自己决定。哎，你说我之前是不是逼他们逼太紧了？我都给他们留足面子了。 留足后路了，我姐跟我姐夫怎么就不明白了，还不满足？哎，这人啊，永远都学不会知足，也不用自责。我不是自责，我是不明白张立新为什么要这么干。你说我姐吧，还挺好理解的，脾气暴，性子急，容易被人撺掇。但张立新大大小小是个老板。 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风浪也都经历过一些，哪条路对他有利，哪条路对他没利，他应该能分清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他都不惜触犯法律来害我们家，而且这公司是他打拼了20多年的公司，他图什么？唯一的解释，就是他背后有人，让人怂恿了。放心，这事儿啊。 交给我。
查一下张立新这一个月接触的可能对立新集团图谋不轨的人。你就从我姐的副手刘志成下手，别过来跟张立新联合做局。交给我吧。 大叔，您在这儿都一个晚上了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同志，能让我进去看看我儿子吗？慧慧，你快点啊，来不及了。你别催我，我马上就好了。谁呀？ 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啊，不进来了。我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青林不会再犯傻了。啊！我去了看守所，通知了青林，告诉他，之前都是我们多事误判，律师还是由你来主导。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有事了。 你去看守所，他们让您进去了。啊，不过这世上到底还是好人多。工作人员可怜我老头子，看着我连夜等，就帮我联系了律师。你昨天晚上就去了，等了一夜。啊，不要紧，我跟吴律师也道过歉了。他答应继续接管郝青林的案子。我明白，走的这些弯路，弥补不了。 但是我必须要修正自己的错误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送送您。别送，别送，留步吧。悠悠，这件事情全怪我们。我知道向你道歉，也丝毫减轻不了对你的伤害。 但是我还想郑重地跟你说一句，对不起，陈小姐，不用这么客气吧。 我这次约你啊，是想跟你这个年轻有为的总经理请教请教，怎么经营一家新公司？我这方面没什么经验。请说。哦，就是我想问你啊，如果公司销向发票多，进项发票少，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啊？你就好像见过一两次，你就这么直接地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是怕我知道太多内幕消息的话，会不会对你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？ 当然不会啊！你看那天晚上我都喝成什么样了，你都没有趁人之危，我信你。
是这样啊，半年前吧，我成立了一个小公司，本来业绩什么的都还挺稳定的，但是进账方面出现了点问题。我一算要交很多的增值税，我自己啊倒是有这笔钱，但问题是，公司不得走账吗？我如果硬塞到账面上，别人肯定一眼就能查出来吧？进账少就少挣点，不要盲目的冲什么业绩，毕竟是新公司嘛，万事开头难。你不知道，我跟我爸赌了一口气，如果我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出现问题，那他肯定不同意我开公司了。不是陈小姐，你家境这么好，为什么不靠家里要跟爸赌气啊？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因为得什么东西都太容易，所以别人都说我啃老。我这次开公司，一是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能力，离了爸妈我也照样能活；二呢，我觉得我要向爸妈证明我自己，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一样可以成功啊。这个事儿我不建议你乱来，毕竟涉嫌造假是违法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可得多帮帮我。我回去想想，想到了告诉你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那我不管，反正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你说什么？假的？蔡总，这合同上写着是用利鑫集团大厦作为抵押，根据利鑫集团的公司章程规定，必须经过所有股东一致同意才可以办理抵押登记。据我调查，张立新所签的这份合同根本没有走公司的正常流程，这合同上的印章和签字都是假的，伪造的。所以啊，您和张立新所签的借款合同是有效的，但是抵押合同是无效的。赤裸裸的赖账。你们说张立新的是伪造的，我现在觉得你们这些是伪造的。江武正，我给了你一天的时间，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。你今天如果不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，我马上派铲车把立新大厦退了。蔡总，您别急啊，这个钱呢我们也不会赖，既然这个事情在法律上已经有了认定，三个月期限一到，我保证我们连本带利9000万一分不少的还给你。三个月？你们糊弄我哥呢？张立新管我哥借钱的时候，立新集团什么财务状况我们弄得一清二楚，就你们那公司能撑得了三个月吗？别回头弄个破产清算，我们去找谁？我让你说话了没有？蔡总，既然这件事呢，这公司我接手了，我就不会让他到那什么。我看快走到这一步了。自从张立新出事之后，你们一家的人说话就没有一个靠谱的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要想解决这个事情，拿点实际的东西来跟我说话。您指什么？按借款合同走，无论抵押合同是否失效，张立新违约在先，抵押物理应归我。至于那笔钱，你们找张立新追去。我没时间跟你们这儿耗着。我不知道张立新当时跟你怎么具体聊的啊，但很显然，您是看上了这块地。那我也可以摊牌跟你说，我呢插手这件事儿，不是为了张立新，也不是为了我姐，我也是为这块地。这是我爸的心血，我不会放掉的。明白了，
拿了我的钱，不给我一个说法。如果要是这么做事的话，那咱们就试试看。您有顾虑，您是怕三个月后这80,000到不了您账上。您有顾虑，我帮您解决顾虑。立新集团的前景你看不上，那很简单，我立刻呢签一个债权债务的转让合同，我明确把立新集团下边的债务转到我个人旗下的城市光电集团，9000万呢我还得起，这个底我可以兜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查。真是大集团大企业的老板啊，说话就是硬气，拿钱压人，干得漂亮。既然你那么有钱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我现在反悔了，钱我不想借了，你今天立刻马上还我这80,000，利息我不要了，就当我白借你20天。我是要解决问题，不是挑事儿。事儿已经挑起来了，我现在出的方案是最快的解决方式。张立新和你姐耽误了我多少生意，我有这时间投资什么不行啊？更何况我自让1000万，还不够有诚意吗？如果今天你把这钱还了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如果今天你还不了，怎么样？你觉得你出得去这个门吗？今天要不解决掉这件事儿，我也不能走。既然这个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了，光还你80,000呢，我觉着也对不起你。这样，我们立刻新签一个协议，1周之内，我连本带利还你9000万。要是还不上的话，我付2倍。2倍。立新集团大厦市值也不止这些吧？这你满意吗？翟总，说实在的，咱俩也算是有头有脸的。出了问题嘛，理应互相配合解决问题，要不传上去让别人看笑话。而且咱俩都是受害者，以后这追张立新，配合警察，咱俩还得打交道。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，咱俩各退一步。路要堵死了，没法玩了。好，1周之内还9000万，你做得到吗？简红成，我警告你，7天之后我要收不到钱，我还有很多办法能把钱追回来。对。哥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简工程在深圳白手起家，妥妥的纳税大户，资产实力雄厚。前段时间在上海建立了分公司，说是科技新贵，发展势头迅猛，说还要上市。以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他确实没说谎，有能力还清这9000万。你是宁树宁总吧？对啊，你们是？才哥找你有点急事儿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才哥，才总，我都怎么审的？股东协议书是假的，你不知道？啊？合同绝对没问题啊，但是。张总他伪造签名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和张立新是不是联合作曲设计我？这怎么可能啊，这张立新逃跑都是你告诉我的呀，我要跟他联合起来我也早跑了呀，我也被他骗了，我也是受害者啊。你是受害者，
这段时间我损失多少生意你知道吗？8000万。一个月干什么不是利滚利啊？我非得听你的，把钱借给立新集团，现在好了，人拿着钱跑了，地也拿不回来。人家带着律师来的，话说得很清楚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哑巴吃黄连。不是，财总，那个时候已经逼到简敏敏都马上要签字了，怎么现在又……对，我还是听了你的，提前去找简敏敏，结果人家简敏敏把他弟弟给调出来了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我是奔着这块地而来的，直截了当的告诉我，一周之内连本带利全部还清。我是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打，这一周内全部还清，这不可能啊，就还不了啊。他弟弟什么人啊？准上市公司的大老板，还个9000万我随便的。小崽子，现在你得教教我该怎么办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事不对。等一下，您让我想想，他一周之内还不了这么多钱。一般我了解的大公司老板，他没有多少现金的，他所有的都是股票啊、债券什么的。他就算变卖所有的房车，一周内连手续都搬不过来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人还不了，公司一样能还。不，准上市公司老板对吧？那就更不可能还了呀。据我了解，但凡要上市 IPO 的时候，他就算花100万，他要告诉所有的股东这些钱的去向。何况是9000万，有一种可能，他把所有的股东全都糊弄过去，但是这9000万也足以让他公司伤筋动骨啊，他就没有办法上市了，他没有办法上市，可能一拖就是拖个1年半载，一年以后政策会什么样的变化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公司办得好，办得坏，或者能不能上市，这全部都是问题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那亏的就不是几千万了，是几个亿呀、啊，这个事儿换您能做吗？接着说。所以我分析啊，这个简宏成他估计是碍于情面，想要给他姐姐出口气，出个头。简宏成也不傻，怎么可能承担几千万实打实的债务呢？他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，他下个礼拜可能又会拿别的新的理由来敷衍你。蔡总，我知道是我办事不力，我这中介费全部退给你，我事成以后我也什么钱都不要了，这算是我为这个事情的一点弥补吧，好吗？哎，蔡总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证明简宏成是在骗你，我找到他骗你的证据，给我3天。两天行不行？你真是个小瘪三！我姑且再信你一次，千万别有别的想法。一旦让我知道了，后果严重的不得了。滚蛋！简宏成，你疯了吗？9000万，一个礼拜还完，你公司还怎么上市啊？你损失的不是几千万，是几个亿。我要不这么干，这事儿没完。被逼的嘛。之前不是答应跟律师见面了吗？法律上怎么界定，你们没料清楚吗？我跟这才哥见过2回，我可以断定。就这人啊，这人不是为了讨回债务，他是盯上了这块地。
你想啊，这才哥什么人没见过？为了借钱，他肯定调查过立新集团的笔记，什么欠多少债啊，啊，营业状况的。咱就不说他借这8000万能不能收回去，就算能收回去，那也是3个月后赚1000万。他是放高利贷的，如果赚钱的话，3个月之内他可以赚1000多万，甚至是更多。这笔账他算不清吗？他是明知道张立新还不上这笔钱，他还要借钱给张立新。唯一让他心动的就是这块地。据我所知，这个才哥不是搞房地产的，他能拿下这块地，肯定不是留着自己用，得找下家了。他这么精明的人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肯定有下家。啊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债主，啊，比欠债的人还着急。他肯定是受谁蛊惑了，才签的这合同。咱们要查他的下家是谁。哦，等等，那个刘志成我查了，就是一江湖骗子，天天给你姐屁股后面拍马屁，出馊主意，还搅和之前立新集团换帅，为了讨你姐欢心，还搞了个什么集团忠诚大换血，弄得集团内部人心惶惶。不过这小子呀，也就是那么点能耐了。行，跟我们想的大差不差。说，简总，郝青林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，其中确实有隐情。嗯，啊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这样，我会上海筹钱，立新集团的事儿你帮我打理着，一定要排查到这个才哥跟张立新到底跟哪个房地产公司接触了，到底谁盯上这块地了，咱好顺藤摸瓜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所以他还是不配合。本以为他经过这么折腾，会有所改变，积极配合，但他还是不肯说出赃款的去向，一口咬定除了他包里那几张银行卡，再也没有其他的私立账户。但是我问他钱去哪儿了，他又吞吞吐吐的。他这么不配合，我真的很为难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为他往下争取了，所以把你叫过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配合。退还赃款的金额跟量刑息息相关，我们一定要搜集到最有力的证据，寸土必争。如果正常的银行账户没有的话，你再想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可能，比方说放债啊，赌博这些。应该不会。以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，放债赌博这一类出格的事儿他不会去做的，他也没胆子去做。哎呀，这就难办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郝青林这一系列不配合的行为有故意加重罚金的意思，如果找不到赃款的去向，作为婚内的经济行为，你恐怕也很难脱得了干系，多半是要为他还债了。现在郝青林的行为过分的不正常，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隐情让他这么不好沟通。我建议你还是回去复查一下以前的郝青林的各种资料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笔钱的线索，也好让他打开话匣。但总之，在案件没有判下来之前，都有挽回的余地。我们大家也都想想办法。好，我建议您尽快通知倪佑这个事情。郝青林现在那边情况不明，那么他的律师或许就无法对症下药。万一郝青林在狱中再不冷静，
那么林宥嘉有可能还会遭到报复。我知道。哎，有件事儿你得帮我办一下，把我深圳和海南的两套房子卖了，再看看公司账上多少钱，抽2000万给我，我有急用。简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按我说的做吧。不是，您现在突然抽调公司资金，那会影响公司的上市计划，而且怎么跟其他股东交代啊？我暂缓上市，我会一一致电其他股东，跟他们解释的。不，按我说的做。喂。啊，你好。我帮你打听了一下，之前郝金林的一些事儿，可能对你打官司有用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咱俩见面聊一下。好。我的一个客户跟这家公司有接触。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家公司呢，是一家智能研发公司，是郝庆林跟几个合伙人一起创立的。这家公司研究的是 VR 技术，这个技术很烧钱，他们外行只能看热闹。无论从技术人才，到行业资源，再到销售渠道，都没有核心竞争力，所以不到半年就把钱给烧光了。公司申请了破产清算，我估计也欠了不少债。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儿，怪不得。又是找他父母要钱，又是要跟我离婚要房子，还不惜犯法的要填这个大窟窿。这家公司叫青森，我估计是郝庆林看上了，然后拉其他合伙人入的伙，也就是说他出钱可能不是最多，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他。原本我之前还一直在想，为什么那些家属会这么恨我们，恨到要上门来骚扰。我现在大概明白了，这些家属除了恨郝青林咬出他们的家人，更恨他拖他们下水投资这家公司。郝青林之前的所作所为，就是想方设法的要把他们往我这儿引，好让我替他承担债务。唉，交给律师吧，就希望能少罚一点。你们虽然没有离婚，但这明显是一方欺瞒另一方，走程序的话应该罚不到你。他父母年纪都很大了，这样的债务老人家承担不了的。如果需要帮什么忙，随时告我。上一次都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，这又欠了你一次。你说到我们这岁数，但凡家里有点事儿都不会是小事儿，而且大家都不容易，能帮就帮呗。就是咱俩之前一直也没联系，也没来往，一转眼十几年二十年就过去了。一转眼，哎呀，能欠就欠吧，欠点好。
欠着时间过得慢点。接触的房地产公司大概有六家，嗯，其中有一家你可能会感兴趣，仁和地产总经理宁树，跟他之前的说法有些出入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就回去。我得回趟临水，这个郝经理的案子我让秘书整理好传给你。谢谢。你又这么着急回流水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这业务上。你都这么忙了，还分心过来帮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嗨，别客套了，以后说不定你还得帮我呢。陈大小姐，你上次问我那个公司危机的事儿，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。要不，咱们出来见一面？好，地址定好了，我发你。好。据调查，张立新当时卖这块地的时候，经历了一场地域规划政策的乌龙事件，网上现在还能搜得到呢。当时有意向收购的晨光地产和银河地产都纷纷退出，只有宁树所在的仁和地产还在继续推进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宁树说当时只是走个过场，其实看不上这块地。那遇到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为什么不退出？这说明他很有可能一直对这块地感兴趣，所以他才有足够的动机去接触财务。这事深了呀！啊，您说这小子用他姐来蒙蔽我，那他这盘棋下的够大的。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直接敲山震虎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怎么圆这个谎。你脸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？见义勇为，英雄救美。原来宁总的副业是英雄救美啊。可不是吗？现在不来拯救你了吗？好啊，那我听听你要怎么救啊。嗯，上次你问我那个问题呢，我朋友也遇到过，所以我跟他打听了一下，其实可以这么处理。首先找一家进账相对多的朋友的公司，提供一些发票上的支持，然后等纳税申报后开红字发票进行退货处理。这样的话，第一可以走账，第二可以用技术合理规避税务。我开公司的朋友是挺多的，但他们经营范围跟我八竿子打不着，我就算把他们发票都拿来，那跟进账项目也不匹配吧。你那朋友怎么操作的？做账是给资方看，嗯，要不被怀疑还不被发现确实挺难的。但我朋友说，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刚需品，从这个方面操作。公司的刚需品是什么？我朋友的亲戚呢是卖电子办公产品，这个东西走账非常合理，而且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个你懂什么意思吧？嗯，明白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，可以直接购买，倒也可以，反正囤着得囤着。那倒不用。简宏图就是开这种公司的，就我上次跟你说那发小，记得吧？哦，如果他很好说话的话，可以让他这样帮你啊。嗯，要是为难的话，
还是算了吧。毕竟这个事还是有风险的。你有退路，毕竟你有你爸嘛。不可能。我决定的事儿，谁也别想阻拦我。青春远。